朋友们，我刚问了前台，他说这个大姐就在上面这个3楼住，我现在去看一下她到底是在这里跟谁一块呀、啊？喂，是我啊，小哥。是我。一直不开门。打个电话吧。不接电话。不接电话。开门！我要打。你在里面干啥？你在里面干什么？啊，你别管我在干什么呀！啊，你来干嘛啦？我在看，我不放心你啊！你一个人跑到这里干嘛？啊？我在睡觉啊。一个人呢？哈哈。啊。刚刚还有一个人呢，2个床。两个床，人家只有床被子。还有一个人呢。嗯。还有一个人去哪了？还有一个没来。啊？还有一个没来。你看。看什么呀？鞋子2双。你看。鞋子。你看。啊？哎呀。老实交代，还有一个人去哪了？还有一个人呢，人家这个你还有一个人呢，人家这个动都没动，你看不到。老实交代。还有一个人。还有一个人去哪了？还有一个人不见了。啊？还有人不见了。一个人在这里干嘛？一个人在这里休息啊。啊。我有用的。手上拿着什么？手上拿着洗口的，洗脸的。还一个人，你给我出来！啊！给我出来！有吗？嗯。还有吗？你给我出来好吗？还有吗？我不会像你的。还一个人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你给我出来好不好？不可能，叫他出来，啊，叫他出来，啊。那你能行，我也能行啊，是吧？叫他出来。没有人呢。啊，你别装了，你别装了，鞋子都有2双。啊。我穿我自己的。你别装了。我穿我自己的。啊。为什么要来开房？你一直都不开房的。嗯。这个房间有多少钱？啊。几十块钱。几十块钱。不止吧？对。啊。对，他说一百块钱可以讲价吗？100块钱可以讲价啊。那你只要不肯说出那个人是谁，那你在这里，你为什么要开2个床？就一个房间，没有2个房间了。人家这个床连被子都没放，就这一个床又这。我学你嘛，我不是学你嘛，那你可以开，我为什么不能开呀？你是怎么的，我也怎么样啊？我向你学。真的是这么简单吗？对呀。真的这么简单吗？对呀，你是开了这房间，我也是开了房间啊。干嘛呀？干嘛你说？哎，你在干嘛？你说，真的这么简单吗？就这么简单呐。嗯，那你可以开一下，我也可以睡住一下吧。你去了2次了，我才真的这么简单吗？起来。这个人，哎呀，这个人，起来也就我一个。
你这个，他去哪了？你这个人呢，哪有人呢？你神经兮兮的，神经兮兮的。就为几个人，哪有两个人呢？这是谁的？那我洗的。嗯。哪有两个人呢？有两个牙刷，谁给的？人家就是人家放就放在那里的，没有人洗的。洗了，你们两个。没有啊，我就用我的，那两个好好的，谁洗了？这里，人家的房间就放两个牙刷在这里的，你不是你开房间吗？这里有个烟头，你老实交代吧。哪有烟头啊？这里个烟头。没有啊，你不要骗。你老实交代吧。没有。嗯，这里还有烟头。全都没有。老实交代吧。有个烟头，没有的。你在找什么？没有的，你神经兮兮的。你别跟人家搞得乱七八糟了，总会有人家来说了啊。别跟人家搞得乱七八糟，人家这个上面人家是铺的好好的，没住人的，你是住你自己的，不跟人家搞得乱七八糟的。哎呀，人家网友本来就叫我跟你分开了，你还这样气什么呀？不生气了好不好？嗯。你别生气了行不行？你别生气了行不行？网友都说了我不能害你是不是？网友都说了，网友个个都说不能害你知道吧？我一个人来就是一个人来吧。哎呀，我不是你说就是开得住的舒服，洗个澡，我也是开得住的洗个澡，走吧。不住了，你现在赶我走，走了，怎么了？走了，不住了，我也不住，你也不住，走了，等会网友要说我，咋的了？走吧，那你在这里，你想把我赶走，你想在这里干啥？我不在这里了，我也走，走吧，我走，走，我们俩走，你走了还走了，你要把我赶走，下去吧，你干嘛？你去车上吗？你去车上看吗？你不能在这住。我这边两个床为什么不能住？哪个网友啊？因为网友要骂死我了，走了。哪个网友？因为你家里的人要骂我，走。谁骂你啊？走吧，我你开的时候我就没进门，你坐一会可以，但是你要下去。我不下去，我要在这里，蛮舒服的。啊！我要在这里洗个澡。不行，走。啊？走。咋了？走吧，啊！因为网友要骂死我了。怎么了？走吧。不行，就是下去。下去干嘛？下去。啊！走吧。下去干嘛？下去，我一会儿就下去了，好不好？走下去。我一会儿就下来了啊，好不好？我一会儿就下来了啊。啊！我要冲凉。好，你就不用下来了。好，我在下面等你吧。啊，好的，一会儿我就来了，我来给你煮饭啊。那你快点啊！你是不是没洗完澡？快点。啊。